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众神之神正片第一集。话说这天萨蒂在河边捡到一颗金刚菩提子，姐姐过来看到后立刻让他扔掉，并声称只有家族的敌人才会佩戴这个东西。萨蒂的倔脾气上来了，他坚持要带回去。姐姐说要是父亲看到非得气死不可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说完大家就回去了。萨蒂听到这只好将他扔掉，依依不舍看着他顺水飘走。